张荣在本届比赛的14个的打数当中出现2支安打，打击率是1.43，哇，这个球又是爆头，偏差蛮多了，赛上跑者的是回到本垒得分。 如果有投手的话，可以考虑准备换，坏球真的太多了。打者还差点被砸到了。墨西哥目前好像还没有投手在做热身，现在是满垒，无人出局。对陈崇宇来讲，这是一个攻击打点的大好机会，右半边方向的飞球。 右外手昨天过去，这个球看落点，最后是被右外手呢给接杀。哇，这个，但是墨西哥这边传球时候也发生失误，两边都有点乌龙。哇，三垒跑的也不对，这个打高了，然后还没有回去踩垒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miss。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，告林艾克卡贡的，高飞球就赶快回去踩。 不急，他绝对不急。这个球纵使形成安打，他回来得分非常的简单。但他如果没有去踩垒，回去踩垒的话，整个都乱掉。二垒跑垒员冲过来，这就很危险了。这两个会挤在三垒垒包。